一年了，一年就这样过去了，超快的。曾经回台湾待了一个月，那在澳洲待了10个月，就这样一年过去，超级快。当时在澳洲真的是超不想回家，因为还有好多地方没玩。中部的地方，乌鲁鲁、爱丽丝泉、阿德雷德，还有塔斯马尼亚都还没有去过，所以我还睡过去的。但是我现在在香港机场，大概早上7:30了吧。那过没多久，我就会到台湾了。台湾的朋友，到时见啦！